这是你们的热情，让我觉得好想继续吹下去啊！真的，刚刚看太阳光落下的时候，觉得好有点暗淡，可是灯打开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在舞台上了，啊，心情又活了起来。接下来这个曲子呢，值得各位等待啊，是《魔法公主》，可是这个版本呢、啊，是日本的去年写的最新的版本，这个叫难到爆的曲子啊。那它的里面的旋律很漂亮，这个日本作曲家呢，有一个企图心，就想把这首曲子呢变成交响曲。那我们尽力的希望把它吹好，那希望借着这个美妙的音乐温暖各位的心。魔法公主拯救全世界，谢谢。